的吗？真的啦。那个尿太咸了，它又挂掉。啊，光有吸食。啊，吸食它是初期可以，你每天发那个图书。真的是吗？那是幼苗。回来要跟我们一样吃，我们等一下吃中华维他命。他不能吃大米，他吃大米他活不下去。你说每天少尿点，他还是这样子，他不会长大。哎，跟我们一样。哦，我切个，我吃什么？我切维他命 C， 维他命我要吃 A、B、C 都很多。在民意国小推动食农教育，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且啊，它有多重的好处。校长的第一个想法是，我们要结合在地的资源，让孩子的学习啊更有意义。我们民意位处于这个郊区的山腰，那我们的环境呢，哦，这个四周都是很多自然的大树啊，啊，那。这些树的落叶啊，我们孩子每天辛苦扫地之后，就把它集合起来做成落叶堆肥。那这些堆肥就是我们用来种植植栽，啊，或者是我们种植蔬果最好的肥料。另外啊，现在都在讲环境的永续啊，环保，我们也收集了很多的雨水，啊，来作为浇灌，啊，冲洗厕所的啊用途。所以我们的农场。也是用雨水来浇灌，种植这些啊蔬果啊，最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说，让孩子知道，我们在种植这个过程里面，啊，你如何学到负责任，你要知道这个过程的辛苦，啊，这个体验啊很重要，让孩子知道没有什么东西，啊，是可以啊不劳而获的。那当然，最终的成果，也是我们要来享用的，啊，我们可以吃到自己种的。啊，非常安全的，绝对没有农药的啊，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蔬果，而且还有一个附加的价值，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辛苦这些蔬果来做公益。我们结合了啊，创世基金会在学校摆设的一个爱心捐款箱，那小朋友啊，把你们种植辛苦种植的这些啊蔬果啊贩卖之后，这个钱。又投入这个捐款箱啊，来帮助啊需要帮忙的人啊，去关怀别人啊，去做善事。我想这是我们民意国小推动这个食农教育啊，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啊。希望我们小朋友啊都可以重视这样的食农教育，好好的啊体验啊，希望大家都有所学习。